难道是八卦山顶民众阵前，福山里这个庙边啊道路问题，以及永兴里到三十线沿线道路以及东头墙需要改善。咱到关注柯淑华专程甲现场会勘，并且指示光复干部处道路、运河科以及土木工程科设计，并且发包改善。啊，咱即摆看，咱即摆现场是要铺落是咱边仔这条路吼。啊，咱即摆会使看，伊这边。南投市福山里这个庙边的道路标兵必开，特别是落雨时阵真危险，影响龙山运输安全。县长柯淑华前往会勘，并决定用52万外块进行改善。咱来伫咱山顶遮啊，头拄啊，咱看到一个咱福山里的伫咱的啊这个竹子庙，即摆嘛拢真灵性吼。啊，尤其咱的伫咱边啊这条龙路嘛，足侪乡亲伫出入的啊路嘛拢状况嘛拢真歹啊，所以讲咱嘛用到这个几十万的经费来给伊做到一个修补。可能遮即两间不落大雨，让阮厝了较严重吼，啊，所以讲一寡工课要来改善。除了会勘福山里道路，柯县长也来到永兴里视察到三十线沿线道路以及东头墙需要改善的所在，并分别核定375万元、193万元将进行改善，以保障居民甲农民通行的安全。啊，真感谢咱这个县长吼，啊，甲咱代表里长吼，真用心哦。啊，这挡土墙吼，已经年久失修啊，已经。帮足济落来吼，那既有的挡土墙这个已经非常久了，所以只要一下大雨的话，这个边坡都会很严重的土发生类似土石流的状况。那因为这条路上，平常就是我们永兴里，不仅是永兴里，还有福山里农民长期主要的通行的路线，所以希望民众陈情来把这个挡土墙做起来。我们这届吼嘛，真感谢咱的地主嘛，真愿意讲提供一寡土地出来，啊，咱哦，咱这挡土墙甲做好，当然一部方面就是保护伊的这个良。钱不会来流失。那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在这个已经把龙老盖的路面出来，所以讲咱的路面哈，不只是泥泞，咱的骑奥多拜也好哈，乡亲底下出去嘛，拢非常的危险。那尤其这边的路面已经数十年没有翻修的，所以这次我们加上挡土墙，还有加上1公里的整个路面的改善呢，总共的经费呢是大概在500多万哈。那我们会把这个工期呢顺利的把它做好。配合到三十线挡土墙工程，民众陈玉珍愿意提供土地，社区居民拢相当热络。柯县长伫现场嘛，加说多谢，记者陈时长报道。